大家好，在今天大家一直翘首期盼的古装剧《与君初相识》终于官宣定档，将于3月17日在优酷迎来首播。这部剧是由迪丽热巴、任嘉伦领衔主演的，故事上融合了玄幻和甜宠，讲述了纪云禾是御妖谷最厉害的御妖师，与鲛人长翼本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对立关系，却在一系列阴谋与误会中逐渐了解彼此而渐生情愫。世人皆笑纪云禾被一个鲛人迷了心智，两人却在历经相遇别离后更加坚定了对彼此的真心，最终打破两界隔阂，相守一生的故事。与君初相识定档3月17日首播，记得订阅我们哟。